马威，这次发了什么？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胡萝卜，但不会把我们当肚子来围抱吧？心让你坠落至今，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我们俩离得很近嘛，隔了一米，就隔了一个阳台。我就很奇怪，就一直看他在阳台晃。然后我有一天我就找他聊，就说你是不是一个人在这边？就他的性格也很开朗，他说是的，我一个人都快急死了。他身边的朋友也都回去了，就他一个人在这边。然后我说你别急，有我在，我们俩可以一起聊天，一起唱歌，一起玩什么的。然后他旁边还有一个大姐，然后我们三个天天就在阳台聊天。然后中间比如我们做核酸啊，或者是干嘛，我们都一块儿。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还会交换物资。其实本来就是因为发了那个叫什么，他比较崩溃的那个视频，然后好多人让我去看他。我今天准备去看望一下我这个快要崩溃的外国邻居。流川枫，校长，哎，又来了，我怪无聊死了。我就是来带你排解无聊的，走，我陪你去跳操。马威，你现在怎么样了？我现在累死了，你快走开吧。你还无聊吗？不聊，不聊。好的。我从2017年。我因为我有个阳台，我就是去在外面晒太阳、工作、喝咖啡、抽烟，然后我就看到他，我一个人在家，你知道无聊死了，然后我就和他开始说话，然后我们就交朋友了，我很开心啊，哈哈，我一个人都很孤独啊，肯定我有个人找我，我就很开心的样子。